为什么吃火锅时涮羊肉片会发黑呢？羊肉片是通过鲜羊肉冷冻后切制而成，肉中含有血液，在未解冻的情况下水煮迅速加热，肉中血液无法排出，血液中的二价铁遇热氧化变成了黑色的三价铁，所以红色的羊肉片就变成了黑色的。如果我们先将肉片融化后我们再煮，即可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。因为所以，科学道理，请跟我一起随学随用。